解放后，您看看各个话剧团，每一位同志演出来，这个话剧跟京剧不同的地方，它不一样吗？写真，哎，那个是个写意，写意。可是京戏，有的地方它是个抽象。啊，您看话剧，有的时候舞台上需用什么就得摆什么。哎，啊，这是写字间、写字台、转椅、卧室就得有床，哎，设备。有立柜，是有沙发，对，京戏没有啊，用不着。你说京戏摆这个东西，有时候它用不上。是，赵云出来一亮相，嗯，一拉云手，一回头坐沙发上，看你瞧着不合乎逻辑。是，所以你看那个京戏呀，有的时候某某一个剧场，按照现在的时间说吧。只能演三出戏，对，因为散戏过晚了，妨害同志们回家。是，明天您还得要上班呢。啊，所以现在的剧场嘛，也就在11点左右散戏。对，过去不是，过去一散戏最起码要12点过去，那个剧场一唱就是5出、6出。啊，很多。这几出戏您看。他的意思不同啊，就不一样。文戏、武戏、苦戏、滑稽戏，这样子看了。这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什么呢？不能千篇一律，都一样的不好。说有打一开场到大座都是武戏，不行。哦，不行，观众累得很，听戏还累吗？哎，你们看这武生在台上连翻带打，您听完了武戏呀、啊？您手上能有汗是吗？怎么叫好的时候攥拳使劲，好，您说一晚上您就这样，这多累的。就是，你说我净听文戏也不成，由开场到大座都文戏，您听着听着您着了，说净是苦戏也不行。哦，也不行，只能一出。哦，你要求开场头一出搜姑救姑，是，二一出发场换子，三一出斩窦娥，大咒来个铁莲花，这搁在一块儿，你再瞧观众每位拿着小手巾，眼睛都哭红了，听戏坐那都这样。嗯，好菜，这出戏比这出还苦。今天我这票价都算我花着，什么？我哭痛了，别后悔。来了朋友一样。好，二哥，您刚来。哎，我早来了，我早来了，我都哭了40出了，我操！